台湾为夸张，应该安置共安置下喊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夸张不实的、虚幻的、空泛的。你安尼想喊啦？你这样太夸张啦！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。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